树林产业专区太阳光电系统启用仪式，绿色能源又往前一大步。 科技公司顶楼停车场占地4.多公顷，我头顶的遮阳板就是新北市目前最大的屋顶型太阳光电系统，年发电量近200万度。供电厂房转型绿能成为新北市招商案件内最大的设置案，装置容量超过200万千瓦，年发电至少190万度，相当于一年500户小家庭用电量。 可以发将近200万度电，相当于4.08座的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减碳效益。现在太阳光电从以前深色一度电13块，现在剩下4块多，涨了将近有3倍左右。 再生能源势在必行。今年元旦上路的用电大户条款，全国超过300家工厂必须在5年内将绿电量提高到10%。那我们对新竹以北的这个太阳光电的趸购费率也有给它15%的加成。 就是鼓励北部也是来设，还有9000多家厂房，经济部将陆续全面合法化，让屋顶型太阳光电成为台湾一大亮点。台视新闻消息解讯好，台北报道。